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那六月份，台湾的球鞋圈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是有一个全新的球鞋交易平台成立，叫做 UP。这平台目前只有网页版本，如果有在玩球鞋、玩潮流的朋友，应该都有关注到这个平台的成立，所以也有蛮多的网友跟观众来询问小马，这个平台到底安不安全，可不可以使用？今天就来帮大家解答你们可能会有的疑问。首先，这个平台就是来自台湾的本土品牌，还有日本老板的投资，所以呢，这个平台它在检验的部分会与日本的 FakeBus 做一个合作。FakeBus 就是知名的球鞋检验平台，之前小马也有介绍过，他们的检验能力其实都有在一定的水准。所以今天如果你在这个平台上面成交了，或者是你销售出去你的鞋子，你就要寄到他们台湾的工作室，而工作室的同仁在检验完毕之后，都会为鞋子做拍摄。那这拍摄的内容都还会传交到日本的 FakeBus 团队来做第二次的确认，这也让整个的交易会相对的蛮有保障的。所以这间公司的检验能力都是由日本的 FakeBus 团队来做一个技术指导，所以在检验能力上应该是会有一定的水准。那因为是全新的球鞋交易平台，所以他们想找小马来做宣传跟推广，但是我也跟他们说，既然你要找我宣传的话，同时也要肩负许多的责任，就是今天如果台湾的买家或者是卖家在整个的购物或者是销售过程中遇到问题了，那你们也不能推卸责任啊。如果有消费者来找到小马这边去做一个投诉的话，那我也会给你们做反馈啊，要好好的给消费者一个交代。那他们也答应了小马，所以我才会接下这个任务来替他们做一个宣传。那这全新的平台虽然目前是只有网页版本，但是在年底之前应该会上架 APP， 所以各位也可以期待一下。那目前这平台因为才刚开始，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卖家来销售，所以目前的销售手续费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平台交易手续费，每一个卖家用户都是 4% 的成交费用。你看看各大的国际平台都是至少 9% 或 10%， UP 平台它只收取 4%， 那是优惠时间目前是没有一个结束，所以有想要卖鞋子的卖家就赶快在上面做销售，早一点销售你赚的钱就越多，因为手续费越少，你实际拿到的金额就会越高。除此之外，买家的部分呢也都是零手续费的，所以上头是多少价钱你就是购入多少金额，尤其现在买家消费都是免运费，所以在买家卖家上面都会有福利。平台也为了希望卖家可以多销售你的鞋款，目前只要在平台上成功上架登录你的球鞋贩售的话，只要一个就可以获取100块的折价券，那一双鞋子可以折一张，那这100块的折价券是无上限的，所以你只要上架100双鞋子，你就可以得到100张的100块折价券。这100块的折价券看起来不多，但是如果拿来折扣一些平价的鞋款，哦，2-3千块钱的 Dunk 的话，这100块其实就变得还蛮大的啊。这个活动呢是到6月30号，所以折价券会统一在7月5号的时候做发放。想要在这时多累积一点折价券的话，就赶快去上架你的球鞋来做销售。现在 UP 的官方 IG 也有提供抽奖的活动，免费送出 Travis Scott Jordan 1一双，直到6月15号的晚上11:59，有留言的观众就有机会免费获得。如果你现在看完影片，赶快去留言，那赶快去追踪，之后每个月都有这种抽奖活动来给各位。如果你这一次没抽到没有关系，你还有下个月、下下个月，赶快追踪起来。所以这个全新的球鞋平台，小马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可以跟其他的平台互相做竞争，这样的平台也可以让买家跟卖家之间减少许多的周转啊、诈骗啊，然后真假检验的问题都有第三方的公证人来做一个检验把关。这个平台的网址连结小马会放在置顶留言处，各位也可以去浏览一下。那如果喜欢小马今日的影片呢，就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